现在是先检验嘛？没有，再等。好，先那个吊架子。啊，他这个不是还要再？他这整个那个不是还要再锯掉吗？锯他那个这个勾住这个地方是还要焊接掉吗？还是他只是稍微钉住而已？哦，那个拆掉那个锁的。锁哦，他锁的。对 对，拆掉。然后再焊接怎么把它焊掉？没有，那个只是锁死。要不然你要焊的话，就变成你要割，就是怕你会在船上晃，固定的。哦，它这一台是1010，就是它未来的编号。没有，因为撞坏的那一台的编号就是1010。哦。所以它这个重修了之后，它的编号就是照旧的编号一模一样。因为旧的那一台已经不能修报废了，所以它等于是取代它的承袭它的编号就对了。哎，大哥，你是台铁的？